暖身运动、施工作业前活动、手臂、手腕、脚蹲下、举手等等活动，让筋骨活络，以减少工作伤害。个人防护工具及随身工具佩戴。例如虎吸、工程帽、手套等等，完成后两人相互检查。清点个人装备及个人机工具，依清单表逐一清点，注意其数量及规格。清点大会提供之材料，依材料表逐一清点，注意数量及规格。例如木材是否有严重毁损，植株是否有折断。选手判读图面，讨论施工顺序、流程方法。水准已安装及测定基地数个点位，得知基地是否平整。使用平土器将基地整平，设定 GL 正负零为测点。使用夯实机将浴室做模组室砖墙之基地夯实。在基地上放样出砖墙尺寸，注意90度直角及砖墙材料本身的尺寸厚度。利用钢筋标定尺寸点，注意钢筋要稳固。
一般多以上限为标点，将 GL 加10之高层水线标定为第一层砖墙完成之高度。高层点利用胶布贴标。圆形铺面放样，放样出圆心位置，画出双圆心，如大 R 为150公分，小 R 为77公分。水线上要设定标点，提供施作时外围尺寸。砖墙依水线 GL 加10整平第一层砖之基础。第一层施作以 GL 加10水线为基础，注意四面的水平，以三棒锤之手柄为敲击工具，防止砖面破裂。依图面所设计的模式施作，注意有些砖面突出于墙面，第一层需平整，而后上切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层。砖墙完成，设定高层为 GL 加60。将铺面之基地土方挖除，填入砖墙内，基础夯实。砾石及配衬垫及夯实，出砂衬垫及夯实。基地整平铺设砖面，由内而外，圆形砖为第一圈先不铺，第二圈八个砖，第三圈16个砖，第四圈32个砖，第五圈64个砖。最外圈要注意外围 R 的尺寸，大 R 的直边与双圆交错的部分需切割铺面砖。
切补的铺面砖，利用脚尺标线一力切割。使用石彩切割机切割铺面砖。放样出水池形状，挖出土方。挖出储水箱的位置，铺设帆布底部衬沙，防止防水布破损。由底部向外拉铺，力求平顺，减少折痕。再放置储水箱。安装盛水马达管线于储水箱中，管线出口需切洞。虾蹼补织布，持岸时先放置一粒帆布固定。要注意池岸的居月楼水平高程。出水沿柱安装，注意水平及稳固。出水形式要平顺自然，或是施作成泉涌的动感效果。利用脚趾标画出所需的切割线，使用螺钉固定阶梯脚料。
依土面切割及组装木平台的脚料，注以135度的角度放样。将木平台的脚料与阶梯脚材框架组合于基地上，木平台与砖墙相接放置，阶梯放置于铺面由下游见效。阶梯及木平台与 V 型面板安装，以小电钻引动固定螺丝，再将面板固定于脚材上，注意钉面的直线及平整性。用卷尺量出乔木的种植点，与石粉做标记。乔木搬运至种植点，依土球大小挖出纸屑。本影片为表演赛，所以乔木为去盆去袋。将乔木种于尺寸点上，种植时注意乔木的正面，最佳观赏面。将折断枝条，涂长枝，内生枝修剪。中型乔木也要注意观赏面，种植时有一人站于前方观看面，另一人调整植物的面向。较重的大灌木需要由两人合作搬运。种植时注意尺寸外，注重群落生长，去盆时要保持土球的完整性。灌木丛生长形态也可以由一人种，另一人看面的方式配置。种植水生植物或灌木，要注意植物的大小比例，由高而低，由内而外的种植顺序。
种植要求群落生长，注意层次、线条、色彩、比例、对比之美感。草花种植可由一人种，另一人去盆。编辑草花种植要压点角度，使其更具自然美感。种植线条以白粉标示。土壤过硬时，先用圆丘翻松，以利种植。草皮种植前整地要注意与铺面或边际的高层，减少小片草皮的铺设。草皮与草板的接合缝要平顺。注意施工完成之高层。铺设前基地要整平夯实，才能使踏板平稳。